棒棒糖糕，谁要出价？谁要出价？这么大阵仗，现在要出场的呢，也就是我们的伴郎跟伴娘啦。伴娘是谁？是黑社会妹妹，还有棒棒糖的男孩们。开始喽！我们的黑社会伴娘及棒棒糖的伴郎们陆续进场了，大家脸上都挂满了笑容以及自信哦。你看，这么大回开心的嘞。而棒棒糖的男孩们才一转眼就能够展现应有的自信，实在是太棒了。好了，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女主角们。看他一身白纱的造型，真是高贵大方。而咱们今天棒棒糖男孩的任务，就是要帮全罗币把范范娶进门哦。我这是超大阵仗的记者群，而我们的全罗币总监 Andy 哥也拿着鲜花上来给范范哦，希望他能够加入全罗币这个大家庭。紧接着就是迎娶的仪式要开始喽，堂主范范准备要进入精心准备的热气球喽，而咱们的伴郎伴娘们也准备要对着堂主说：范范嫁给我吧，全都币。